facing the world with an empty heart, I could disappear into the dark. But you were the one who could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.剛才唱的那首歌叫做 Within You Remain， 本來是一隻香港的流行曲，但是80年代就被新加坡的組合 Tokyo Square 唱到整個東南亞都紅了。我看看這歌詞其實都很適合形容新加坡的夜晚，所以就唱了這首歌了。我第一站帶大家去的地方就是新加坡的克拉碼頭。大家都記得我之前的 Vlog 也有說過， Singapore River 就是新加坡作為東南亞貿易樞紐一個很重要的地方。當時呢這個地方 Clark Quay 呢就是一個碼頭，多數都是一些倉庫，但是去到70年代呢新加坡開始轉型，這個 River 也都是開始污染。我覺得 Vlog 都說過，新加坡政府呢就用了很多年的時間呢去重新 develop 這個地方呢變成一個蒲點。來先看看這邊先，看看河底下，即河邊呢有些燈在這裡，不過有啲綠色燈，呢度就紅色咁樣嚇。其實應該再夜啲咧，啲燈先更加好睇。而家啱啱七點落咗山咧，太陽就落咗唔係好耐，咁所以嗰個效果應該仲未係最靚。好啦，行咗十幾分鐘咧，卒之行到嚟呢個 Clark Quay 啦。咁嗰邊好似燈就冇咁靚啊，但係呢邊啲燈應該就靚好多啦。咁所以點解我要入咗夜都要行出嚟呢，就係要嚟呢度感受一下嗰種 vibe 啦。好勁，我已經聽到好多音樂喺度，好緊張啊！哎呀，今日真啲 P 咗幾次街，係咁啊！嗱，上次咧嚟新加坡就冇帶大家嚟睇下夜晚嘅 Clark Quay 係點啊，今次咧卒之把握呢個機會，就係點解我要住Intercon 的 Robertson Quay， 就是因為這裡近啊。大家看看夜晚這裡是不是很有 vibe， 只是懂得說 vibe 字。這裡比較燈就暗一點，我再走去另一邊看看有多些食肆會光一點。哇，現在七點零鐘就已經開始有人排隊了。呢個韓國嘢，呢邊咧就比較多啲中式嘅嘢食，咁樣好似個小紅就冇開啊，但係嗰個有間東鋪唔知有冇開咧。但我上次帶大家行嗰條巷咧，呢度就係啦 ，The Ranch 啦。咁嗰間話八月開嘅，好似唔覺佢有開喎，望一望先嚇，係未開嘅。大家望到黑掹掹嗰度就係未裝修好嘅，可能。我走之前就會開啦，我估佢個八月開噶嘛，行下先。啊，呢間係越南鋪喎，真係好多東南亞美食啊嚇！咁咪就行過去啦，呢邊就係啲，不過呢度夜晚就冇燈喎，有少少失望啫，因為我記得以前咧好多顏色嘅啲燈，唔知有冇記錯啦。最中意就是看啲現場表演嘅啦，真係好有 mood 嘅啫。呢間又入邊有人唱歌嘅，真係好有 mood 啊！呢度啊，原來。有人加 band 啊！
好啦，帶大家睇完咧 Clarke 呢個鋪店之後咧，而家第二集咧就帶大家去一個 Singapore Night Festival 啦。其實呢個咧係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嘅。咁相對嚟講咧，我覺得規模就唔夠 Vivid Sydney 咧咁大啦，參加嘅建築物咧亦都唔係咁多嘅。咁但係咧，我都覺得自己咧同呢啲激光幾有緣嘅嚇，去兩笪地方咧都經歷呢一個一年一度嘅盛事嘅。咁帶大家睇下啦。喂，你话咧话唔系同啲夜晚啲激光有缘咧？上次 Sydney 咧又遇到 Vivid Sydney 啦，今次嚟新加坡咧又遇到呢个 Singapore Night Festival， 又系有啲投影嘅激光喎。等我睇下先。咩新加坡大学生喺度跳紧舞啊？真系好热闹，好嘈。原来。因為呢度咧就係新加坡嘅 SMU 嘅所在地，咁啱有個 Arts Festival 喺度舉行緊，咁大家喺度欣賞緊佢哋打鼓，唔知係咪同啲迎新有關啊？即係其實，如果又係有機會喺新加坡讀大學都幾好玩嘅，搞個走音添。唉，不算啦，有陰影啊，唔想再講。不過咧，雖然話比較少嘅建築物咧參加呢個 festival 啦，但係咧行到呢笪地方叫做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咧，俾我入到去咧睇一個 Singapore History Gallery 咧，又一次 study 下新加坡嘅歷史咧，真係幾好玩嘅。咁唔係話完全冇節目嘅，只不過好多節目咧都係室內，我就好少入去睇啦。咁呢個咧係少數喺室外舉行嘅，有啲似嘉年華會啦，啲親子活動嘅，咁網人嚟玩都幾開心嘅。第三集咧，我帶大家去睇嘅夜景咧就係中秋節啦。一嚟到牛車水咧，就見到舞龍舞獅已經非常興奮啦。個心啊即刻諗起咧，香港個舞火龍咧又要取消啦。人哋咩大型節目都搞緊咯，跟住香港一個又一個國際節目要取消喎。出到去見到咧，新加坡周圍都係人，仲要周圍都係咁靚嘅花燈，既釋懷亦唏噓啊！嗱，我過嚟唐人街咧，就係為咗睇一年一度咧。中秋節咧，呢條街咧就會有好多好靚嘅花燈嘅，就好似農曆年一樣咧，佢哋都會有好多好靚嘅燈，夜晚黑咧係特別靚嘅。一陣間我再過去一個，見到一個好靚嘅燈，哇！真係好鬼靚啊！不過我呢部機好似唔係好臭米氣喎、
啲燈影到有啲朦喎，過嚟睇下先。哇！呢啲真係叫張燈結彩啊，真係好鬼靚啊！咁近距離啲顏色質質都符合翻佢嘅，符合啲咩咧？即係符合佢個咁樣，即係符合佢原先嗰個樣咯。都話咧，我而家部 iPhone 一夜晚黑咧就真係唔掂啦。好彩而家 iPhone 14出咗，我真係睺緊，一定要買翻嚟影夜景。其實咧唔係淨係得牛車水咧先至咁有中秋氣氛噶。咁啊 ，Old Chart Road 咧呢一度咧就係 Takashimaya 咧，應該係宜安城先啱啊。就有搞佢一年一度嘅舞獅比賽啦。但我嚟到嘅時候咧已經太夜啦，已經頒緊獎啦，所以我無緣咧睇到舞獅嘅風采嘅。咁之但係喺牛車水都睇咗舞龍舞獅咯，唔使再睇多次咯。外國嘅月亮係咪特別圓呢？我睇唔到，因為俾雲遮咗。但係中秋從來最重要都係人，呢樣我都冇。今年嘅中秋阴差阳错，结果都喺外国度过，真系心情犹如打翻五味瓶，百感交集。如果香港曾经系东方之珠，唔知新加坡嘅夜景又应该用咩去形容呢？拜拜。